这个世界有两种人，守规矩和定规矩的。我就是不会守别人规矩的那个。监狱里人多意见多，要个个都给你面子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一次性500万，我想你们帮我投。我不知道你的怪命有多了不起，我知道的是，现在我说了算。有人闹事呢，我就会依法办事。 找不到后备电源，没办法停电，我们只能退医生下手。我出不去，你老婆和你女儿也不会好过。做兄弟怎么打都不会走的。什么兄弟啊？在这里就是兄弟，出去了什么都不是。快点，翻过香蕉林就看到车了。 你们别管我，你们先走。